位置，我做一辈子别的舞啊，你要朝着那个位置去走，是吧？啊，朝着那个位置去走，那个位置去走才行。要不然你是猜的而已。嗯，那你就会发现说，你搞啊，赌啊，像那些你也干嘛？但是我们不要，我们是放上去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位置，认知学那个过程。为什么人家打的这个是上下不能输？所以是松在前面，松，伤的，你这个东西都不是问题，就几次就会，但是重不在前面，对，你怎么抓到？一碰上去，你站怎么？为什么这个接手？